大家好啊，这几天我们没有卖鸡啊，原因是那个真空包装机被我们前面打坏了，然后买新的又太贵啊，这个是商用的这种，新的要1000多，然后我买了一个二手的，200块钱在闲鱼上买的，哦，你在闲开鱼买箱的，啊，我以为你在双钻买的，看值不值啊？他说用了4年。他还拍了一个视频给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他是一个卖茶叶的老板，他说不卖了，现在就把这个机器转出来。哇，哟，他还包得好贵。这啥子啊？这个？泡沫钢。这枪在漏油啊，感觉。好。有点，他可能都倒起了。哦，那会儿都遭摔了哈儿，耶，遭打瘪嘞。嗯，他是遭打瘪了，是不是？都去在那样批快递的，嗯，那些快递都拽过去了。小鱼影响没得呀？小的，你们都录嘞。天哪，多半都打完了。我觉得也是。好。嗯。趁到摸出来。画几条，这个哈，断的，老死。他那是断的吗？还是？那个是在那边的100%，然后那哈有根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。我在这儿崛起。他那个电子板喽，怕你这个小老师哥哈，哈哈。嗯。他咋跑到喽？行。这个应该是真空棒吧？啊，油漏完了，然后我找了一点油先加进去，现在我还没有通电。等一下，把油加好，通电看一下。我得要投诉哈。那些公司他不怕你投诉，你投诉他也没得用，晓得不？他别个一个大公司他怕你投诉啊。嗯。好了，我准备通电试一下啊。最主要的就是要能通电。开关在这儿，不行哈，是不行的，那个电源都没得。恼火了，你有电源呢？哪哈儿？哎，有。对，好。单峰的意思是吗？单峰应该都是单峰口哦。那边哈。双峰的两边峰哈，可能。但是我们要确定峰那边呢。峰那边。单峰我怕是那边喽，单峰。晓得。那我们来搞试哈喽。啊，来嘛。眼里装的逼啊。我装的那儿的，那头没戳出来呀。搞哈。两袋一起来看嘞，不一袋袋来嘛还是？应该撑到都得行吧，应该。晓得。其实那个是启动啊，那个都被启动了。晓得的呀。哎。哟，他撑到他就开始封嘞。他撑到他没抽真空啊。对呀。真空没抽。你封口也没封到嘛？嗯，他空气都没抽完。对呀。着了，烂了吗？他通电又还通得起。哦。
这些都没选好。这个等来我们。等下电源没起。调个34声来哈。嗯。耶，行的呀。怎么样？效果还可以。都是时间有点慢哈。嗯。还不错哟。抽还是抽得紧。啊、嗯。时间太慢了。你觉得好紧咯？是啊。时间太慢了都是。还是可以。来，再来一会儿呢。我把时间调短点噻。对头，调会儿呢。还有里头很多灰，我们要把它清洗干净，它都抽到那里面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。真是。好，来看看他那个20秒抽得怎么样？哪里讲回事 ？CD 打不久。真空打不机啊？怎么样？进步？嗯，我也是。那都是20秒，你觉得好？10秒太少了，都有20秒嘛。我昨天才搞的10秒。对头，搞时间。那是打的浪漫币吧？对头，四号给我们拿来。买的机器200块，在淘宝买的，也在闲鱼买的。我闲鱼是60。嗯。他是快递拉的人啊，把那哈儿都给打包出来了，把油本都打扁的。那我2本一起来删哈。嗯。如果多的时候都可以双封哈，2本一起封。机的话只封到个。哎，对头，放不到。我觉得那种打包机是那种了。他那个是小型。小型。直接扩上去，像打绳子那种。那是小型，他那是打茶叶的。出来。哦。他那个随时可以打4包。还不够，小峰。也得行，可以用2边封的哈，嗯，是吧？2边。对头，2边来噻。搞哈。有温度了，大概是了。哈哈。好。他那边是整个都是湿。嗯，你看好嘞。可以的哈。嗯。还是要点。还可以哈。还是很紧咯，你那会儿打绳子都来，你不来打，还可以哦。他能把那球球玩的嘛？可以。对头，可以可以。还是值得哈，200块。200块钱呐。运费150，当时350。老远上你那个录下来，命格哦。对头，都怕搞不起哦，结果还好。把。那会儿都打比。但他们把那些好像给他擦干净咯。好像清理干净。对头，给他清理一下。封得可以。封得可以，很紧。那要把那个真空机给他搞烂的，跟他。可能到那小的，他到底经不起烧。在我们那两天打，可能打频繁很的。打多的哈。